12月20日 ,MNET 运营的 YouTube 频道公开了 Lursa From 出演的影片。引人注目的场面是他们挑战 MAMA 相关猜谜的场面。问题是2022 MAMA 舞台 BTS 表演的节目中舞伴一共有多少？一看就知道人数相当多，但这里到底有多少名舞伴呢？看到照片的成员们被这种魄力吓了一跳，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。偶像们在舞台上准备伴舞是常有的事情，但是像 BTS 一样规模大的舞台很少，令人冲击的景象使他们感到震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宫胁孝良首先回答了问题，他估计是50名，但是出题者洪恩彩回答说比50人还多。对此金彩媛回答说100人，但是被暗示说还要再更多。得知超过100名的他们用手捂住嘴表示惊讶，被超乎想象的规模所惊吓。之后他们被告知有192名舞伴，对于超出想象的数字，成员们都感叹说真的很多，不是闹着玩的，